阿宝，你必须迈出人生的下一步。有一种神功在等待你去学习。嗨，大侠们，准备出场了。我们要两份春卷，再要一个香辣面。你的面有多辣的？它变态辣。变态辣。变态辣。如果你只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，就永远没法进步。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。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我在找我的儿子，老爸。我的天哪，真是你呀！我们怎么能确定你跟他就有血缘关系呢？瞧啊，怎么就好像小镜子似的？我们，跟我回家。哇！嗨，我是美美。儿子，你得重新领悟做一只熊猫的真谛。 吐吧！我没事。吐出来就好了。天上回来了。谁？翡翠之刃，无难之远，夺命煞星。好吧，我以前跟乌龟是战友。乌龟大师。因为宇宙需要你，我怎么可能阻止他的翡翠大军呢？除非你有一支自己的军队。可你们根本不会功夫。那就得靠你教我们了。哈！ 万事开头难嘛，我要把你们都训练成功夫大师。我的小屁屁，小笼包剧团守在这两支部队酒，面条油鸡队酒，在这个地方，好吧，我早就习惯了。难道我的宿命中的对手就是他吗？天下有学会啰里啰嗦了，我要躲。啰里啰嗦。 啰里啰嗦，这是飞天犀牛大师的战甲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拉一下试试。你真是帅得太过分了。